那个时代谢一谢，不如就现在吧，让我们都停下，但是在休息后我们都不知道继续走的理由。并且那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唱歌，是要此去仍旧珍惜，还是回到原地？如今此刻的我一直是有一点疲倦，如今此刻的我的确是有一点疲让我想